我早就有民国做一个转账记录啊，伊的血吼，阮爸当初请伊咧家庭医师会议时就都要钱，安尼代志就真清楚啊。你的意思是，迄个卫医师甲民国有问题啊？唔对啊，之前我阁认为方文飞才是凶手。 相信民国甲伊合作，做伙对付方文飞。最近，伊个开药啊，医生找啊钱。伊肯定毋是找好找方文飞讨钱，伊是找较歹找个民国开嘴。安尼，即件代志主要是啥？正清楚啊，敢毋是？唐永全，你即摆意思是，飞机失事是民国设计？ 伊个飞行机教授个心脏病发，是因为用了过量。虽然讲，伊个飞行机教授原本就有心血管问题，啊，不过应该袂遮尔严重。啊，若无伊早着人吊销执照啊。是啊，医生开个处方签，应该无可能会造成心脏病发作。你家代志研究真久啊，假使有一寡毒品，应该会晓合作伙。 会造成心脏病发猝死，伊个飞行机教授阁转去予魏医生看病。魏医生要甲伊换药啊，迄是真简单个代志。迄时阵我阁细汉，无法度替阮爸妈讨公道。后来当我想要查个时阵，伊早就找无人啊，可见伊就是做亏心事。伊最近啊，阁甲民国讨一大笔钱。 代志就表示讲，民国有张头伫个手头，敢毋是？哪会这么好讲？我哪会这么好？我今日到即摆才查出来，我阁这么小心民国，结果台湾老爸人骗到我后生，是人害怕起来，变到来拢是因为我，拢是因为我。 过去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即马未来才是上重要的。既然你已经会当判断啥物才是真相，安尼就表示盛唐开发的未来，还是有机会通挽救啊。虽然讲我袂紧老啊，搁你还佫有我，还佫有我大兄、阮嫂啊，甚至是燕萍还佫强，我哪有当甲你斗三工？ 你的金头脑，就是你上好的武器啊！你敢知影，你唯一的缺点是啥？就是你的情绪伤过激动啊！所以每一个敌人哦，拢会针对这点去攻击你，去伤害你。只要你会当改变一项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替你的父母报仇。 加油49块，加油100块，嗯，还有啥袂记得啊？哦，唐永全介意你梅花草茶包199块。嗯。 你也知我拄好想要啉番茄汁，多谢你的番茄汁，我无客气哦。
真好，你也跟我讲，你是不是真欠钱？你若无跟我讲啦，啊，钱做副当厝边的薪水嘞？我的钱拢交我妈，伊帮我欠定存啊。我着惊会泄露唐永全的行踪，所以我唔敢甲妈联络啊。而且唐永全即马户头冻结，我手头无汉侪钱，所以哦，即马每一分钱拢爱花在刀口上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那我请子玲甲妈讲。我阿妈替你讲话，至少甲定存解约，来你们领钱嘛，较方便啦。哎，卖，还是卖甲妈讲啊。我唔知阿妈今嘛对唐永全态度是安怎，啊，万一伊若是唔支持我甲唐永全死搞，伊长爸嘛又来哦，要甲我压倒去，啊是要安怎？好啦，既然你来决定啊。我会替你保守秘密。行，来，这样钱先摕来。我户头我有一寡钱，稍等啊，我领一寡给你啊。小茹，先走。受委屈了，是不是唐永全欺负你？不是啦，我即马总算会当体会，什么叫做一生钱必须英雄好汉的感觉。你看我，趁细条开大条，后头拢要被打。哥，其实唐永全，伊毋是迄种浪费钱的人啊。只是宁缺毋滥，就算讲毋是好的物件，伊根本无爱食。我惊伊烦恼，所以我嘛毋敢甲伊讲无钱的代志。哥，我真正无代志啊，多谢你。哦，唐永全一个人伫厝内伤久，我会烦恼，我先来去啊。哎，先稍等下啦。我要问你啦，永全状况到底安怎？伊敢会做出伤害家己的行为？应该是袂啦，只不过有当阵我感觉伊身躯边拢是防弹玻璃，我看会着伊的人，煞摸袂着伊的心。其实哦，大部分大部分人拢是安尼啦，对我代志拢袂讲，尤其是永全啦，伊的大脑思维模式哦。不然跟别人无共款，所以哦，你也有这种人哦，你就应该要有心理准备。啊，不过永全为了你，也真打拼，融入这个社会啊，我看会出，伊真爱你。所以，我决定，我要为着伊做改变，我要安怎照顾别人，甚至我就珍惜这个机会哦，我希望我会当证明。我甲伊唔那是总裁甲小秘书的关系，我阁是伊靠山，我会当予伊挖去。金心如，你真正是大汉了呢。按我你爱记哦，我是恁哥，有甚代志，有甚物需要到三公的，尽量告讲。好了，对我来，我给你阿姊，阿你应接。哥，多谢你。